你怎么发际线这么高了？下次给头发换个分分，分这边去。很奇怪。嗨，本来要去吃饭的，但是没有吃，因为。军姑她临时有点事情，她说要不然你和小爱先吃，我说那不太合适，所以我就回来了。救命！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因为总给自己分一个缝儿，然后我这边这个缝儿怎么这么大呀？学会了以后给自己少分一点缝。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一个分缝。没有没有，他们有事，我就先回来，我就先吃饭，我就先，呸呀，我就先回来，先不吃饭了。那我每次穿，我其实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打过这条领带，我的记忆出现了差错。记得他叫什么名字？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哎哈，我不记得了，主要是，我说谁会记得啊？可是我每天都化都是这样的眼妆，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戴了个眼珠子。对，今天他们也是跟我说，孙珊珊不是孙珊珊，哎，不好意思，我刚才盯着弹幕说成别人的名字，青玉文跟我说，好羡慕你，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可以妆化的这么浓，我说想不到吧，我只能化这么浓，我要不化这么浓的话，我就看起来像是没化妆一样。我明明每天都很漂亮，好吗？好过分！头发怎么这么多啊？令人难过。我还好，我不是很瘦，其实。我虽然很轻，但是我不瘦，因为我都是肥肉。我没有那个。我没有肌肉，我都这么瘦了，我的体脂率才还要20%多啊，百分之呃、哦，我现在降，我现在体脂率21%了，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好事啊！啊，好恶心，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别人管我叫姐姐。救命啊！啊，叫妹妹可以，叫姐姐打妹。要是比我小的话，我勉强也能接受，因为。我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之前管美女都叫姐姐，
所以我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我。15岁，15岁，行吧，我忍了。你们真的吗？把身份证，举身份证过来。我怎么今天头发这么多呀、啊？还是我每天头发这么多？真不错啊，那我不管，没有身份证你未必10岁。哇，今天握手握了4个小时呢，想不到吧，是不是你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握手？对啊，出生证都办身份证好吗？好啊，手疼，手为什么会疼？你是去握手还是去跟人打架去了？哇塞，还羞辱我，我跟你们讲好过分的。今天握手的时候，我看到隔壁桌掰手腕，我说啊，掰手腕，我说我也来，我去，结果真的是。事实证明，你不能去看别人想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别人去干了之后，你将得到羞辱。因为我很努力的掰，咔咔咔掰了一通，然后那个人沉默的就这样看着我说，你使劲了吗？我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羞辱。当然了，我感觉自己被羞辱到了。我说好过分啊，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下面那个人看到我没掰过，他更过分了，他这样说，来吧，就这样说，来吧，你就这么掰，你就跟我这两个手指头掰吧。我说，啊，这不合适吧？谢谢谢谢谢谢，我感觉我又遭到了一次羞辱，而且这个羞辱都很过分。他看着我这个很过分的表情，他说啊，那给我这个掰吧，我又被伤害到了。结果后面又你两个手一起上吧。我真的怀疑这个我们这个团的女粉丝平常是偷摸的都举铁是吗？他们举的那是铁吗？是不是偷摸都举，偷摸每天晚上举人呢？他每天都是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大家力气那么大干嘛？努力搬砖吗？都在。大概掰了两个吧，后面我就放弃了。我说算了，我何必自取其辱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人生已经这么艰辛了，还要给自己找点这个罪受受，也没必要，你说是吧？他们是开心了，我很难过，并且主要是我使了很大的劲，然后人家淡淡的说一句啊，你使劲了吗？到使劲到什么地步？我掰完之后手是抖的，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样，我手是这样抖的，我这样抖了半天，然后他，你想想。你如果跟别人掰手腕，你的手都是抖的，然后人家跟你说啊，你使劲了吗？这个伤害和羞辱啊，都是成吨算的，太过分了。
你扳手还没输过，我不信。也没有必要这样吧，到最后发现每个人掰手腕都能掰过我，那我这个人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那我也太惨了吧。可是我在我们队掰过很多人的手腕，就是我真的是就是很能掰的，我咔咔就一顿掰呀，战无不胜。没有想到对，没有想到我之前谁都能掰得过，咔一顿掰，咔一顿掰。只能证明大家都手劲都很小，相比之要之下我的力气很大了已经。没有吧，怎么可能，那肯定不能跟你们比啊，你们平常肯定不知道在干嘛，肯定背着我偷偷举铁了，不然不可能，我这么使劲的一个人一点都没动啊。我就这么掰，我这咔咔咔使劲，我这个额头上这个青筋都绷起了，然后他就这样，嗯，你在干什么啊？到这种地步说好过分啊，气的我就哎。气得我问，我说我能骂你吗？我能用言语辱骂你吗？他说啊，好啊，你骂我呀，我听听。更兴奋了。我惊呆了，为什么？因为搬起砖就不能抱你。好过分，结果我是一个文明人，不怎么骂人。那你这个力气是蛮大的，我水根本就拎不动。我这种很娇弱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脆弱嘛，就是这样，这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对，我出门的时候拎行李箱都到，可能就是一个我这个人看起来太娇弱了，我出门拎行李箱都会有人过来说我帮你拎吧，我看不下去了，你在那块吭哧吭哧的也拎不动，我来吧。你骂谁呢？我也是1.7米的大个子好吗？你是上高中呢，天天背卡车轮胎，你上高中你还是去参加那个特种兵啊？对，因为我的助演他临时有事，大家都比较忙碌，行程很多的，大明星都是这样子的。我今天是跟车，哎，说起这个事情，我是跟你们说，今天有粉丝问我说，你从前门走后门走？我想了想，我想他们等一下，前台还有店员，我说哦，那肯定是从后门走，我想10%从后门走，因为我们正常来说都是从后门走的，结果今天很神奇，今天我们从前门走的，我说阿姨为什么不从后门？她说嗯，从前门走啊，然后到什么地步，我们真的是在店员的人群里面穿梭，就是粉丝的那排店员我们就在旁边插队，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并且你们知道正常来说门不是
我们剧场的门是左面那个门开着，我们从左面走，今天开的是右边的门，我们从所有店员的粉丝中间穿过，就他们这边在店员，然后我们就从他们粉丝中间穿过去，说哎哎让一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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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那边的门上的车，很没有素质。对呀、啊，那粉丝也很好奇，说什么东西在插队？哎，没到什么东西地步，什么人在插队？看到我们敢怒不敢言。可不是嘛，毕竟我们今天像卸货一样，就我们大家一上车，然后我们剧场那个哥哥说啊，好，人到齐，把门一关，我们就奔车，立马一脚油门就撒出去了，我都惊了，我说这是在卸货吗？就我刚坐下，我刚坐到椅子上，然后车门已经关上了，并且已经开走了。可能确定了所有人在车上吧，我也不确定，真像货拉拉一样，虽然我没有坐过货拉拉，可能因为当时你可能就在被我们插队的人群里，当然没有啊，我这刚工作完，在工作，我现在也在工作。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有一次就落人了嘛，落掉了一个人，把刘杰落剧场了，大家谁都没发现，因为大家上车之后太累了，大家都晕过去了，然后说好卸货，把门一关开走了，开到中心了都要，然后刘杰哎，你们走啦，对呀、啊，但是因为他们有事儿。很尴尬那次，后来我们都学会了，上车之前先数一数到底缺不缺人。并且刘爷说那次很过分，他那次因为是排练嘛，大家都很累，然后他出来之后发现车开走了，粉丝在旁边站着，粉丝在旁边围了一圈，围了一群粉丝说啊、哦，哎呀，你才出来的哟，哎呦，他们都走掉了，哎呀，把你落下这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粉丝也很坏，然后刘姐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给然后最后给人家委屈哭了，说你们就是是吧，本来这个事情已经很让人难过，你还在旁边讲，他说哦，一遍遍这个鞭尸一遍遍像鞭尸一样，就啊一直跟你说啊啊，哎呀，没跟车，忘记你了，哦，车都开走了，快要开到中心了，哎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啊？真的太过分，这种坏家伙。今天也是，大家都太坏了。我发现现在粉丝已经变了，之前粉丝都是看到你夸夸你，现在粉丝变了，看到你就开始。损你，真的，就在，真的就损你、啊，比如说过来看你说，哎呦啊，一点都没有变白啊，还是那么黑。要不然过来，有的就不是损，要不然就过来跟你说你那个，哎，你那天那个下班什么眼神、啊？当时在想什么？不太好修。我说啊，我说我们这种社畜下班都是这个样子的，就啊下班了都是这个眼神。谁说呢？并不想那个什么。而且最过分的是，
有个人过来说，哎，我买了这个礼物想送给你，给我看个订单截图。说哦，我说哎呦，我说你这要送这么多？他说你想多了。他当时就是拿了一个叫什么来着，哦，一个订单截图，然后里面是三条项链。我说哦，我说你这是要干嘛？你是觉得我脖子上太空了，让我一次挂三条？当然这是我的内心 OS， 我没有说出来。我说这是，然后他说哦，就是嗯，因为他那个上面是字母，你们知道吗？很过分。对啊，我也以为，我说啊，字母那上面肯定是 DGR， 结果打开一看。点仔细一看，就中间的图片仔细一看，上面写的是 TPH， 然后我说这是你要送给我吗？他说你想多了，他说底下那个才是你的。对，他说你想多了，这个是我的，啊，另外一个是人家的，这个 H 才是你的呀。我说那你礼貌吗？你一点都不礼貌。太过分了，我说怎么能有这么过分的人？太生气了。拼单这个话说出来更让人生气了，好吗？是怎么的？买三件打八折是吗？好生气！这个关爱一下吧，关爱一下受伤的我吧。买戒指都买二送一啊，这个一是送给谁的呢？他觉得三角形非常稳固，所以说买二送一。啊，原来如此，是我想多了，我忘记了人有五根手指，哦，十根手指。对，自己可以啊，我十根手指都带牌，我就到时候还没说，哦，你看，就这样，也很好。就一看就有种很富贵的感觉，就哦，谁蹦迪这样蹦迪啊？怎么这么熟练？我以为蹦迪都像音乐节那种，就握着那个把杆儿开始摇头。我的手指好空啊，不然我要戴一排金戒指，我咔戴一排，我然后出门就啊，哎呀，刘海挡脸。然后给你们看我的金戒指是吗？因为我不太喜欢戴首饰，主要是戴了会丢。对，我戴个大扳指，每天就这样，哎，每天搓扳指，行吗？那像话吗？那这像话吗？这一点都不像话。啊，你送别人这个戒指当生日礼物啊？你给人送了三个戒指当生日礼物，你还是把那一对儿送给人家了？那你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我不太喜欢戴配饰，对，我公演从来不戴配饰，主要是因为我们这公演也没有配饰，我们没有饰品带。哦，原来如此，真不错，你们这个丰富的生活让我羡慕。每天我都要从这个粉丝的嘴里听他们丰富的生活，然后就感叹一下，我说哎呦，粉丝的生活真丰富多彩。真的呀，真的呀。也挺好，挺快乐。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会经历很多，但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啊，那就更丰富了，更了不起了。就像我昨天录音的时候还要被迫吃狗粮，我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学不会录音了。就是因为录音的那个人应该是他男朋友，他把他女朋友叫过来，然后就教他怎么录音，因为我就在旁边站着，我就围观了全程。就他，就是他把女朋友，他把女朋友摁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一边摸人家头发，就想一边摸他头发说哦，我教你怎么录音，一边摸他头发，然后旁边就看着他。对啊，所以说到最后我学会了，他们没学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专注的在学，他们俩在干嘛我不知道。而且我很尴尬，我为什么很尴尬呢？就是他说啊你就这样录啊，啪他就摁了，然后就看着我，我说啊要我唱歌是吧，知道了。你再这么说，一会儿人家别人要羡慕死你了。摁在椅子上，这话很奇怪吗？不奇怪。啊，就摁着肩膀摁在椅子上，不然怎么摁呢？可能你的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怎么这么说？这说的好像我们这是直播间吗？我们这个不是直播间，我们这是尼姑庵是吗？到时候买个木鱼，你们一边发弹幕，一边在那敲木鱼，哒哒哒哒，合理吗？这不合理吧？像话吗？我就不能是个人吗？为什么要叫我？为什么是狗头子呀？这话说多难听啊！我就不能是个人吗？我是住持行吗？对呀，这话说太难听了，像话吗？这话说。不要，挺好的，我很快乐。这哪个直播间单身狗含量不高啊？这话说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口袋四八，不是情感电台，不是那个什么抖音呢、啊、什么软件的，没有那种抓马剧情。不是谁没有人人身攻击，我昨天还被人身攻击呢，真的。并且人家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两个人在那你侬我侬的，我想我说我在旁边站这么高，我是过来给你当路灯的吗？真的。并且他主要是我这个你们在这里调情我不管，能不能把这个音调好啊？我在那个地方，我说可以开始了吗？他俩还在那玩头发，
摸头发，摸了半天，然后我说我这样看看，然后他说啊好吧开始吧，对啊，后来人给我打折了，我说的确应该打折，不然我给他们腿打折了的。并且你们知道，当时人家那个录完，然后那个人下去教学生了嘛，然后他女朋友在那里录音，他女朋友就是可能当时正在甜蜜啊，他没学会，他在男人块就说啊这个地方怎么撤销啊，我说哦，我说你看左上角那个图标想不想撤销，他说啊哎是的呢，说啊这个地方怎么录，我说你看右下角那个按钮像不像是录音呢，他说啊是啊，我也觉得他们应该反给我钱，主要是在那里唱的很卖力啊，在那因为那个音歌还蛮高的，啊、唱的老卖力了啊，一顿唱，然后他就说哎怎么搞啊，他自己也装，他说啊哎好尴尬呀，我怎么不会了，我说我来吧，的确没录上开始，我说我来吧，我说行没事儿，你不尴尬，我说嗯不尴尬，因为我去我五点就在那儿录了，你们想想我录到了7点多，但我两首歌我只录了1个小时，5点到6点我在那块儿，首先看他们抓了半天猫，然后他那个地方有只猫嘛，抓了半天猫，然后又听到他们在那里就是浓情蜜意的聊了半，又聊了好久天，我就在那坐着看，我说，然后还有遇到一个小孩跟我无效聊天，啊，老师那个老师呢？我说我不是老师，啊，那个老师呢？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第一次来，啊，我虽然来过很多次，我说啊，那你挺熟的，啊，那我虽然来了很多次，但是我楼上没去过，我说啊，一会儿我就上去，啊。那小孩他站着都没有我坐着高，你不会切换吗？这不人都会的吗？嗯，因为这个小孩有点吵，太吵了，主要是我有点烦。如果是这样的小孩12岁之后才会说话就好了。他真的很吵，他就在旁边变身，一直在那噗噗噗不知道噗噗啥呢，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真的很怕小孩子，我也很怕小孩子，没有，我感觉应该上小学了吧，感觉已经上小学了，反正就是已经会说话了，不就应该上小学了吗，我会说话的时候都已经上学好啊，没有，我会啊，不好意思，我会说话比较早，我好像10个月就会说话了。人家是来学拉小提琴的，我的妈呀，他那小提琴拉的跟锯木头似的，我听他爸在骂他，我在那笑，他爸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弹出个音啊？你每天这个拉个小提琴，拉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旁边，对，我在旁边，我听听我说，哎，还好我没有拉小提琴，我不会小提琴。听说学3年才能拉出来调。前3年都在拉木头，啊！你们都会乐器，只有我不会，我输了。
我连口哨都不会吹，我都不会打响指。啊，架子鼓也算乐器吗？我脑海里面的乐器都是管弦乐。哦，原来如此啊！唢呐还在啊。给你们吹吹我的宝贝唢呐，等我一下啊。我之前唢呐是长这样的吗？我怎么感觉这个它这块应该还有一个这个玩意儿呢？是我的错觉吗？但其实我已经忘记之前唢呐怎么吹的了，我知道把手都摁住。气息没少练啊。为什么不对着你们啊？等我找个谱啊。我现在在抖音上找个谱啊。你看我学习唢呐。已经现在已经有很大成效了，已经能吹出声音了。唢呐不吹谱，你以为人家怎么吹的？研究研究啊！主要是我没学唢呐谱，我不知道唢呐谱是怎么吹的。我跟你们说，因为我不知道唢呐谱是怎么吹的，所以每一次你们看我吹的时候是，其实是我在背他的手。唢呐教学啊，学一学啊，啊，拉嗦发咪瑞哆西拉嗦，啊，没记住。我看看啊，八个音孔全部按住，吹出来的声音呢就是低音嗦。咱们打开第一个孔，吹出来的音就是低音拉。拉。打开下两孔，吹出来的声音就是低音西。打开三个孔、就是。啊！我学会了，我已经学会了。天赋异禀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看就能学会。我跟你们说，现在给你们吹一个哆啊。是兜吧，再给你们吹个软啊，啊，来个咪啊，哎，你听见这个旋律啊，太准了，我这个节奏，这个音感，这个调一模一样。那你要练练你的试唱练耳了，我这个练过试唱练耳的人一听就听能听出来调一点都不一样，来个发咪发啊，啊这是嗦，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等等再学学啊。啊啊，不是这么吹的呀，不好意思学错了，难怪听不出来呢。我再看看啊。先给你们吹个拉。哎，怎么吹不出来拉了？听出来没？那你耳朵不好使。三孔为一，同音作搜，三孔为哆，哆 ，re， 咪。我记住了啊，我记住了。啊，这个是拉。哎，等会儿。听出来没？哆来咪发嗦啦。不可能，我都听出来不是一个调了，怎么能是一个调呢？好了，这不重要了，我要开始吹谱子了。哎，唢呐啊。嗯，刷到他就学会，行，学不会就举报你。啊，一二三，好，记住了。啊，好，记住了。啊，不是这只手啊。哎，不会用这只手，无所谓。啊，不重要，这不重要。这不是我吹的呀，爷，你们说好听有什么用？好，拉哆拉哆拉哆拉，拉，拉哆拉哆拉哆，好，我已经学会了，这个谱是这么唱的，拉哆拉哆拉哆拉。怎么吹刀来着？哎，听到调了吗？是吧？已经马上就要练成了，为什么只有这个调呢？因为我只会吹这一下啊，来。没气儿。怎么样？是找不着了那片儿。哎妈，吹的我都缺氧了。太好了。没关系，我的门已经坏了。对，因为我防塌了。唢呐就是这样子的，你不知道，唢呐它就是这样子的。的确，我已经无所谓了，我说就这样吧。
没关系，有什么不能来的呢？我隔壁是抠呢。还好还好还好，有人进来我就保护自己，有人进来我就拿着我的剪刀，我就抄起我这个床上的剪刀，我说给你两个选择，我睡着也会醒啊。我虽然睡着很熟，但是没有熟到这种在这里躺着然后没有人然后没有任何反应的地步吧。那不是睡着了，那是睡死了。当然不会，我也不确定，因为我又不跟别人一起睡觉。我一般不知道我睡觉什么样子，你可以感受你旁边的人，就是如果你睡觉起来之后他说啊你醒了，就证明说你这个人不打呼噜。如果你旁边的人说哎你醒了呀，你10%的不是睡什么说梦话就打呼噜。你们把成员想太可怕了，谁会在洗澡的时候那都听到水声了还要推开他的房门说啊你在洗澡啊我来看看，没有人这么变态的好吗，这要上社会新闻了。你的朋友那得给品如留点衣服啊，你的朋友太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朋友。那还好，跟我一起睡觉的都比较老实。嗯，狗蛋一般睡着了会被我从床上踹下去，因为我不喜欢有。哎，这么一说好像是这样的，因为狗蛋睡觉打呼噜打得可大了，就狗蛋这么睡觉这么打呼噜，声音很大。就跟拖拉机在旁边似的。你想又能如何呢？你们睡觉跟你们宿舍跟你睡觉的人都不老实，咋抱着你睡觉很可怕。我还好，我可以抱着我的鲨鱼睡觉，我给我的鲨鱼起了个名字叫杀人诛心。对，现在有文化里面都起的字比较多嘛，四个字比较火。我不会出门的，放心吧，我这个人很宅的。啾啾的名字就叫啾啾啊，这个名字还不够吗？他要叫什么啾啾，然后每天给他摆一个姿势什么。让我想起来今天握手的时候有个粉丝跟我说，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打个比方，他的名字叫早上好，打个比方，因为他不叫早上好。就他说他，我问，就他说，他说我叫早上好，我说你为什么叫早上好？他说因为每个小偶像都会在房间发早上好啊，就感觉像在喊我一样。我说哇哦，我说好，这个清理这个什么啊啊啊啊啊什么什么脱俗来着？那个成语，清新脱俗，对，好，清新脱俗的一个解释啊，我是震惊了。对，你们就可以把名字改成每天我在房间里面爱说的话，比如说你们可以把名字叫烤鸭，今天我把烤鸭大卸八块了，你看，哎，名字里面就提到了，说哎。开心，那就把名字改成，哦，想一想，把名字打成狗蛋儿，然后每天我就说，哎，狗蛋儿好丑。怎么啦？还有吗？我想想，把名字改成食堂，就然后我就每天说，食堂给我造成了伤痛。狗蛋和惨哥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半斤八两吧。没有见过，他怎么可能会见过惨哥？惨哥很漂亮的，跟狗蛋比起来。哇，有点饿，我还没吃饭。早上吃那个饭，结果油蹦身上，气死我了！我只要穿白衣服就会蹦油。结果吃饭吃了5分钟，洗衣服洗了15分钟。我还没点外卖呢，不知道吃点啥，思考一下。那这话题多奇怪，每天说哦在点外卖，是，哎呦好过分。想一想吃点什么呢？因为本来想不是说出去吃嘛，我就没有看外卖软件。太变态了，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一个阳光、积极、正能量的直播间。请大家文明发言，不要讲怪话。我一个人这么文明的人，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囤粮？我们有食堂。主要是因为这个点食堂肯定都凉了，我不喜欢吃凉饭。不喜欢吃凉饭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热饭。因为我不会用微波炉。哎呦，我好过分！我的确想吃，我今天吃了一个，感觉很好吃，我还想吃，想吃串串香。打开外卖。我拿什么灯？我怎么记得我拿什么灯？
谁会记得这种事情啊？看看我的手机严重吗？433。这是我的账号吗？是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现在开始点。我要吃串串香，在哪儿？验证码怎么可能这么短？我怕我说出了验证码，你们不登录了怎么办？万一你们掌握了我的这个号码，哎，没有手机号才是正常的好吗？不要说没有，不要说啊，连没有这种话好吗？没有才是正常的，怪东西啊！怎么一直在危险发言？吃什么呢？椒麻鸡。看起来不太好吃。手撕烧鸡。最近不太想吃鸡肉。棒棒鸡。棒棒鸡不也是鸡肉？底锅鸡。窑鸡。怎么都是鸡呀？这边的鱼不好吃，龙虾，算了，自己吃不了。铁板鸭，哇，我肚子都叫了，怎么会这样？麻辣烫。不错，吃。啊，点什么吃呢？鱼丸，吃。刀削面，牛肚是什么？虾仁儿。黄金豆腐皮，毛肚，怎么啦？我就是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点个什么呢？点个肠。我其实不爱吃，我不爱吃肉，午餐肉，我不怎么爱吃肉的。其实，鹌鹑蛋，麻油，豆腐，鱼豆腐。酸青菜，土豆，粉儿，
嗯，不错，我觉得够。超值换购诶，你看我现在点饭很快了，我已经不是之前自己了，我现在点饭很快。点完啦，哇，我肚子好好饿，一直在叫。我付不了钱。打扰了。等我一下啊。我拿微信登录一下。我又回来了。不是，主要谁会在微信里面，不是谁会在微信里面放钱。好了，点完了，快吧快吧，这次又是多少，你们快说，让我膨胀一下。这次肯定比上一次短很多，这次应该，我觉得顶多用了10分钟，之前肯定有20分钟，是吧？我知道，我有一次点，对，我点了20分钟，但这一次我只点了10分钟，这是质的飞跃，知道吗？已经比你们点的快了，肯定的。你们肯定还要思考一下。好，就之前。啊，那你们每次都吃一样的不会腻吗？不过我的确不会腻，我每次可以吃一模一样，我可以一直吃一模一样。怎么不过去啊？但我已经很久没吃烤鸭了，我已经变得不爱吃烤鸭了。有段时间很喜欢吃鸡鸭鱼肉，但现在不会了。对，我等一下，我去找点水。
我被我的努力感动到了，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发现一箱水现在只剩一半了，这才过了半个月，只剩一半了，这不是一个质的飞跃吗？谁一天能喝一瓶水啊？不会有人一天能喝一瓶水。你说的一瓶是这么大一瓶吗？这很大一瓶水的。我不喜欢用杯子，其实我好多个杯子，我有无数的杯子，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不喜欢用杯子。当我在最特别喜欢喝的东西，只要放到杯子里面，我都不会喝它。像奶茶一样，就算是水放在奶茶的那个瓶子里面，我都会喜欢喝。看看我的外卖什么时候。他怎么还不到？我有很多饮料，我之前发现我放在里面的饮料都过期了，我还买了那个，不能说。都过期了。上海外卖很快啊，我之前感觉在中心点的外卖10分钟就到了。难道是因为……哦呦，他已经在送货了，你们看，超级快的。他这能煮熟吗？我开始担心了，这么快就已经开始送货了，那他给我做的是新鲜的吗？我点的有丸子吗？有吧，鱼豆腐算丸子吗？这如果没吃，如果是我吃到生的了怎么办？对啊，无事发生，无事发生。还好我这装防水。喝口水冷静一下。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真的是。
可以啊，我其实挺想教大家化妆，但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想听我学，不太想听我教，不太想学，估计。想，真的吗？太感动了，我的粉丝都想看我化，教他们化妆。对，我遮黑眼圈很绝的，我超厉害的。你们看，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黑眼圈很重，现在比之前好了一点，就证明我的这个遮黑眼圈的手法肯定一顶一的。小喜，我从来说实话，我感觉我长脂肪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上次卸妆没卸干净，因为化得太牢靠了，卸不掉。一般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卸一遍。今天好不容易化了妆，我刚化出来多久就让我卸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的睫毛当然是真的呀。努力，我努力。刷了呀，你只要会刷，你就会有很长的睫毛。你只要拿一个睫毛膏，每天像刷苍蝇腿一样刷，我就喜欢苍蝇腿，所以我的睫毛就很苍蝇腿，但我觉得很漂亮啊。是吧？下面没有，你就自己创造一个嘛。我主要我本来我自己的下睫毛其实就蛮长的，说实话。再看我的外卖到哪儿了，好饿。我的外卖你去哪里了？还有3公里，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距离。当然了，不然呢？我觉得带不了你们下了，因为可能没信号，看看吧，万一就是有信号。天哪，本来今天想看看书的。但我最近在看《易经》的秘密，为什么呢？因为《易经》的秘密有5部。
还读给你们听，救命啊！我去找一下。我找到了，我昨天都已经看到第九章了，因为我昨天其实没有看很久。大概看了这么多，看了不到一个小时吧。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他是给你讲人生道理的，这是都是道理，怎么能把它当成算命的东西呢？算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一部分我看不懂。你看，我看的这一张导语是这么跟你说的，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象征动静两极的乾卦与坤卦有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那就都包含元亨利贞四德。乾道自强不息，坤道厚德载物，乾坤之间究竟又是怎样转化的？动静有常，刚柔并进的哲学观念是对我们为人处事又有怎样的深刻启迪？啊，跟你讲道理的，不是让你算命的。这些才是算命的好吗？这段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这后面这十几章，这后面这十几页都告诉你，就帮你解读这个事情。对。我怎么看不下去？我什么都能看下去。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无聊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小时候我妈不想让我近视，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近视了，我妈每天上班揣着机顶盒上班，你们能想象到吗？我妈上班揣着机顶盒去上班，无聊啊！我每天在家里面，连那个洗发水的那个成分表我都快背下来了。我家小时候没有机顶盒，我家用什么看电视啊？数字电视。哦，你们难道那时候看网络电视吗？对。就你们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不就有一个盒子吗？机顶盒放在一旁，里面然后你才能有信号啊。那你小时候拿什么看？你小时候在外面装一个天线，你看卫星电视。哇，
你是70后吧？我妈那个年代才这么看电视啊。后来大家不都用网络电视了吗？就没有机顶盒了，只有电视，你打开直接联网。我们的年代之间差这么多吗？你在《阳光少年》里看到我了，《阳光少年》是什么？你们小时候看电视不会还要拍一拍吧？你说的那个东西不会叫做《燃野少年的天空》吧？五福，我跟你们说，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是村里面第一个有电视的，当时大家都去我姥姥家，扒我姥姥家那个窗户看电视，看《射雕英雄传》。对呀，就那个最早的《射雕英雄传》，我忘了是哪一年的，反正那时候我还没出生。87版啊，应该是。反正那个时候全村就只有我家的电视，每天就去扒电视。还挺好的呀，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看东西，你们知道吗？因为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干，因为我又没有朋友来我家玩，我又没有朋友来我家玩，然后我妈上班，我这个书啊，我家所有的书都被我看完了，每天就啥也不干，在家里躺尸。对，后来我都看报纸了。是不是我的外卖到啦？是。果然外卖到的很快，去拿个外卖，我快乐啦。嗨，君谷。
哎，我还在直播，我跟你说。嗯，我在直播。你也在直播？哎呀妈，哎呀妈，被风吹跑了。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嗯，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哎呀，又被风吹跑了。哎，你怎么秃了呀？头发咋秃一罐呢？年纪轻轻的怎么头发就少了呢？啊，你怎么地中海了？你怎么地中海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头发呢？你腿好短啊。怎么了？不开心啊？哎，你双眼皮。我都夸你了，怎么还不理我？眼睫毛好长啊，这么夸你了还不听？品味挺差啊，你怎么？嗯，咋坐下了？跟我唠两句，想跟我唠唠。嗯，你头好大。怕生啊你？碰到了。嗯。怎么了？可能到再多点汗毛就被卡住。嗯。跟我关系不好啊，看一下。差劲！我的天哪，我头发都被吹乱了。哎，瘦。哎，外卖呢？
这是什么？今天风真的太大了，我跟你们说，千万不要出门，不然就会像我这个样子。啊，怎么会这样？怎么胆子这么小啊？我先进去了。你胆这么小啊你？哎，怎么又跑了？哎，别跑啊！你已进入监控区域。他在试探我，他看我不会追他，我不追他。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种事情？哎呀，照照镜子。哇，太乱了，给你们感受一下。给你们感受一下，我这个头发乱成什么样子？救命！好多头发。我鞋带开了，算了，不见，等会儿感觉到。现在好了吗？我刚才去拿了个蛋糕吃。喜静今天他不是过那个生日公演吗？然后拿了个蛋糕吃，让我尝一尝，感觉很好吃，我就拿了。嗯，不错，虽然没吃出来是什么。没吃出来，乳酪。我吃不出来味道，主要是。的确，把这些吃完，我就可以继续吃我的这个。
不错。他要去吃我的。先倒上酱。我好像很久没有吃着饭的时候开直播了。啊，这么久吗？天哪，时光不饶人啊。我吃的是干拌的麻辣烫。今天还有人跟我说，说感觉我很跟之前变得不一样。我说对，我说岁月催人老。我可以的，我相信自己。嗯，不错。好过分啊，你们怎么在我吃饭的时候让我换一件衣服啊？我相信自己，我对自己十分自信。先吃个蘑菇。嗯，真不错。怎么？你们下一次出一元府，结果出什么围兜吗？才9:16啊，怎么大家开始讲这么有深度的话题了？吓得我差点噎住了。这玩意儿下饭呢？你是怎么发现的呢？建议自己，对，建议离婚，说实话。你不要耽误人家。那你跟谁结的婚啊？哦，不是你，你有个朋友，那你这个朋友是，谢谢这位朋友。这的确啊，
不要耽误彼此，好聚好散。吓得我笋都掉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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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吓得我笋都掉了。怎么？你不离婚是等着磕 CP 吗？这不太好吧？天哪，这也太下饭了吧，我震惊了，太下饭了。震撼了。吓得我赶紧喝口水冷静一下。唐白白又是什么梗啊？哦天哪，我真的断网了，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上网，难怪，因为我根本不认识星座，我连星座有12个都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是天蝎座，没啦。别人就是说一定要写个星座的时候，我才说哦，天蝎座。你错了个大写，但是有粉丝朋友说，我有个朋友，他。结了婚之后发现自己喜欢女的，但我是男的。哦，这个朋友是我老婆，我该怎么办？你看，你是不是错过了个大戏？回家十大里面怎么都是这种东西啊？如果这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希望是真的。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嘛。
这是中国，你在中国的软件里面发东西请发中文。那你就发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实在不会说的话你可以不发，你要是会说的话尽量发一发吧。尤其母语本来就是的，好吗？完了，我吃饱了，再吃两口吧，太浪费了，不能浪费粮食，粮食来之不易。再聊不能浪费粮食。咱是有吃太快了，这一天我不会出门的，放心吧。所以其实很佩服今天台风天还出门的粉丝，过来握手的粉丝，太努力了你们。我有泡面没关系，我有火鸡面，我可以吃一桌火鸡面，等台风走了之后。哇，那有点惨，你小心点，自己兜里多装几个秤砣，别被风刮跑了。可是我在楼下，感觉自己都要被风刮跑了。狗不会吧？它底盘比较低，就还好。晚上真吃不了了，赶紧把肉吃。我们中心这边的流浪狗应该是他们阿姨有那个有在收养，不然谁给他剃的毛呢？肯定不是他自己剃的。是不是有点道理？
应该已经去打过针了。因为感觉，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心的那个猫，不是中心的猫，中心那边的流浪狗不是，就是去做了绝育嘛，就阿姨带着他们去做了绝育。这样吃啊，吃很快的。对啊，但有段时间小花不是上绑了那个绷带嘛，就是因为做了绝育。对啊，我们中心那个阿姨很好的。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歪了吧唧的？矿泉水啊？我不爱喝苏打水，其实我喝不惯。那喝水喝的我好撑啊。看不清。一天喝六瓶，你这个喝得下吗？少喝一点。你这不会水中毒吗？天哪！我冰箱里面啥也没有。好多了。我想想，我之前考试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穿了个校服就去了。我说走，考试去了。我不信水中毒能喝一吨以上，那他们水中毒的人一天喝一吨水，他是去喝水了，还是咋？不可能啊，一吨水很多的呀。咋不可能？一吨水很多的。不行，我喝太多我就会恶心，我现在也开始恶心。因为我已经喝了这么多水了，就很难受。的确，我难受的看不清弹幕了，因为太撑了，喝水喝的。难受。好吧，那我先下，我想要远了，感觉早知道不吃那么急了，难过，拜拜。